都忘记了。卓哥，欢迎光临。哎，卓哥，不要走那么快啊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。通过这个，他们展示自己的宝物，可以了解他们的性格，这个是我比较关注的。因为每个人喜好什么，他的状况什么样，通过他分享他的宝物，就加强一下大家的了解。他要是想听我的新的音乐，您也做伴奏 ？Yeah, different style. Yeah, you know. Yeah. Funky. 嗯 ，funky， very Ricky style， 哈哈哈哈 ，very cool。Do you want to hear some of my music? Yeah, can I share?This is good workout music.我应该跟着卓哥一起做点运动。哦、oh, ，Yeah, yeah. Maybe we should follow him. Yeah. 大腿、膝盖、踝。哇！还想练那个三角肌加油框吧？啊、oh.。就这是慢，提，慢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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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，太好了，这样。要直接做到非常酸痛，不能做为止吗？对，注意几个。哦。跳一下，摇两下。要持续多长时间呢？比较合适。300哈、啊，哇，这脚很酸。刘聪啊，昨天晚上不知道他去掉多晚，不知道，问一下。我给他发了，是吗？一小时前我就给他发了，那肯定是没醒。他一脚，完了，那都下去，我爷一顿劈。来，我发你。完了！卓哥，要是你明天早上起得早，练功的时候可以带一下我不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好。卓哥，不好意思，是卓哥。不好意思，是卓哥，昨天睡得比较晚，不好意思。我怎么开始？睡晚是吧？是，昨天睡得比较晚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先活动吧。好，是。能练差不多了。好。可以开开看，这坎往外顶，就是画八字，胯部不要往外翻。好。就是完这个膝盖，这儿一个，完全出现一个。对，我如果这样的话，你这个胯就得顶死了，对，稍微使劲儿就受不了。这块要整，给你多一点，走，画，哎，对了。
你话不是直来直去的，不给你这边，你往哪边拧？是我，左右，哎，你过来，哎，你就走。OK， 受益匪浅。OK， 那左哥刚刚就一个这个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八字的，对我这两个我就记得，我去练一下。嗯，好，左哥今天早上不好意思啊，是不好意思。肯定会有加新的创作的部分，这部分呢，就是正好有两个方向了，一种是像我这种比较流行方向的，那种狗哥那种比较 hip hop。嗯，其实你们俩这个还是比较两极分化，非常两极分化，不太一样。嗯，而且狗哥很有态度，算是嘻哈界吧。对，嘻哈界讲究的就是这个。对，那态度，义气。我很建议我们的风格是要更年轻化的。嗯，同意。这一天太充实了。对。各位哥哥请注意，各位哥哥请注意。新部落已组成，今晚哥哥们可以选择自由换洗，换或不换，哥哥们自行决定。不换了吧，太麻烦了。你走吧。对。没有机会。你们房间还有位置吗？没有，今天晚上可能就要商量这个事情。嗯，明天是要重新分房吧？这分房大家如果互相习惯了，还不好拆的。我想说每个寝室不一样，不一样的，真的吗？不一样的，对，不一样。我们寝室是关空调的。啊？怎么可能？没有空调？就现在他说开空调嗓子会干。嗯。哦。但别的地儿也没地儿。有啊，不是有一个。各位盖的这个房间。新部落已组成，今晚哥哥们可以选择自由换房间，换或不换，哥哥们自行决定。我问问聪。请进。听说你屋有张床。哎，左哥。哎，左哥。左哥。哎，听说你屋有张床。对啊，你要睡这里吗？我没问题啊，关键是。你们会觉得有问题吗？我们没问题，卓哥。没问题、啊。对，我们没问题、啊。只是会不会有点影响到 你休息，会不会？作息时间会。我们的朋友会来串门的什么的。OK。就更会。我理解。对、嗯，因为朋友多，然后作息不太一样。嗯，对。我再待一会儿行吗？当然可以。对，卓哥，你那边是出现了？没有，我就问一下，因为重新分组了嘛。OK，、我就看一下。Okay. 卓哥，我反正早上起来，我找你去练功夫。练功夫你不用担心，总之你学我会有我特别的办法对你。好，可以、会让你在极短的时间内能掌握到一些有用的东西。好、别人学不到的。可以。他非常特别，因为他现在等于是，有可能是任督二脉已经通了，继续的练，因为有些人是天生通的，不急，他是这样哈、啊，就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先把东西放了，对，卓哥先放，就是武术吧，其实现在很多人讲他的技击，但是你只要相信一点，所有的健身类的、对抗类的，包括功夫类的。哪个命长？功夫类的吧。这么一想你就知道了。嗯。尤其练内家拳的。嗯。随着年纪大，你就知道了，你的内在其实最重要。嗯。寿命长短、生命质量，主要还是要靠内在。嗯。啊，这个是就看你怎么想。你只要眼前的，不管以后，那是另外一个说法。练，我要练。卓哥教我们传授心得。卓哥。就是这样的，其实你自己一分析一对比你就知道了。卓哥，你现在给我喝那个茶是很上厕所是吧？会啊。是吧？会啊。对。今天我去老人生会一样，对不对？
原来是我们小哥是全八首歌里面最难的。对，你的。但你们选那个肯定是已经有了，哼，想法了。我没有啊。一听我。就别往油腻了去。不会，千万想不会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好，我也回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卓哥随时来。对对对，谢谢。来，感谢。